怎么了？要先洗澡吗？不是，让我先点红酒。等一下。你是故意勾引张逸翔要来报复我的？捉到窝头无耻，谁能跟你们家比？利用老师的身份勾引学生，你不愧是你爸的女儿。跟着你更像你妈，她看到你爸把我带回家的时候，你不要走，跟你现在这个样子一模一样。不是这样，陈梦雨，陈梦雨。怎么了？哎。